连一个客人都还没有看到，只有看到工作人员。屁声没有听到，混蛋了。摔倒了。我们开门前到达，所以现在是刚开门就进来了，人还算很少。今天是暑假，可能等一下人就多了，然后太阳不大，应该算蛮舒服的。我们等一下就去玩一玩吧。我们这次也是第一次来，波波妈咪很开心。妈咪，爸爸，爸爸跳吗？你看那个星星星星，哇哇，的，哇哇哇哇哇哇，钻了钻了钻了。Open， 请进。波波一定要第一个。没干嘛，就是。是你插进你妈妈的。有在在在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没干嘛。哦。妈妈没妈妈啦，没妈妈啦，妈妈没妈妈啦。なってるよ、めっちゃゴロゴロ回ってるよ。目が回る。下一个坐这个海盗船，海盗船很晃哦。妈咪妈妈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笑死了，哇，笑死了，妈咪，すごい。余裕やった。気をつけて。お忘れ物はないよ。マミすごかった。ポップはなんか撮影してる。ハッピーセット撮ってるん。めっちゃ笑ってたな。怖くなかった。すごいね。次どれ？あれ。あれ行こうか。めっちゃかっこよかった。三人。お好きなキャラクターございますか？キリちゃん。キリちゃん、じゃあ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カメラ忘れた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Kitty讲吗？
第一次要坐这种热的 jet coaster 云霄飞车，你会紧张吗？什么？你会紧张吗？妈妹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是的，攀岸峡。攀岸峡吗？哇，要上去了哦！どのぐらい高いかな？如果拍一张贴在我头的太难笑了。屋上みたいな匂いがする。臭い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車これや。你要做 Kitty 讲对不对？吃掉的那个，肉，好的。全部半分食べるな。别给我拿你阿姐啊！我也不知道哎。哪尼阿吉啊？鼻子是哪尼阿吉啊？是吗？そう。知道了。色つけられてるな。もういいで食べてしまい。おいてる、登ってる、豆どこやろう。見たい。豆どこや、おった。え、豆。気づいてないな。どうやった。うるさかった。泣けへんかった。うん、全然顔が見えへんかったから、不安やってん。一個しか見えへんかった。マメ不会很可怕耶、很厉害耶。あ、どうなん？楽しんでた？マメめっちゃ楽しんでた。よかった。あ、ごめんなさい。ピンチもママやで。什么味道？
好吃吗？嗯，冰冰的，对不对？啊。你看，杯子两百，好吃吗？嗯。杯子没打开呀。带回家啊、哦！好，妈妈，你说你最喜欢玩什么？最快的那个多快？是。很可怕哎，不会很可怕吗？我觉得很可怕哎、欸，波波什么最好玩啊？七弟的看浪侠。哦，弟弟讲的看浪侠、哦嗯，你喜欢这里吗？嗯。波波也。波波也什么？波波也喜欢这里。是哦。波波就是。パスポート持ってないです。持ってないです。在留カードです。あ、いいですか。お部屋の準備してくるのでもう少しロビーで待つ。あ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。我们今天住的这间在门司港叫 Premia Mochiko， 订单是海景房，然后两个床是把它并在一起，因为两个床的中间会有一个小卡锁，不能拆掉的。可是它有可以没有东西的，我要的房间是要并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睡觉会掉下去。嗨，然后他刚叫我们在这边等一下，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准备去房间了。这里好漂亮，很有那种复古风，这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港口。我看这是什么？嗯，我的姐姐是，这是也是爵士，这里是哦，嗯，你吃是爵士，可爱哦。你说你干啥？推。我们现在终于到房间了，这个是一间蛮小的双人房，然后我们住四个人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好不好？还蛮漂亮的，虽然小小一间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进来就是这个大小，空间不大，两个床它帮我们并在墙边，这边是它的小小迷你吧，多豆乳的咖啡、煎茶，还有两罐水，下面是冰箱。冰箱就是这种小小的无法冷冻的，在它的这个规则里面有说，如果需要冷冻的话可以拿去柜台，它会帮我们冷冻，所以我们明天要喝的一些运动饮料啊，可以先拿去下面冷冻。这里呢打开是衣柜，下面有四双拖鞋，然后这里是它的厕所吧，还没有看过。入门这个很，哇，这门怎么这么重啊，这个门好重哦，然后里面暗暗的，是这种旧旧的，以前的这种没有分干湿分离，然后它有附一些备品，整个上厕所、洗澡的地方。这个房间就大概是这样子，那边有一台空气清净机，然后那边有可以充电的地方 ，USB 跟两个充电口，所以不用带插头也没有问题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这个房间是海景。可以直接看到门司港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外面的港很漂亮。从这边是九州，那边过去就是本州山口县下关。然后这个桥应该会打开，我们明天早上就是要看这个打开的桥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住的一个房间。那我住的好像多少钱啊？一万多块日币而已，不会很贵。然后这附近呢应该很漂亮，我们等一下晚上就去这边散步，然后走一走。那我没有订早餐，很可惜，因为他是说这边的早餐呢好像评价很高，但是一个人要2000多块，所以我们两个人要4000块，然后吃得很赶，所以这次就没有加订早餐了。那明天再去看看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，大家就休息一下，大家就可以出门去散步，现在他们有点累了。
因为今天去 Kitty 讲乐园真的太累了，然后两个人在讲话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怎么不是这？怎么不是这个？哪一个不是这个啊？这个。这个吗？这个是小台的啊，这个是大台的、啊。小心要摔倒了！什么？你要掉下去了！ロボットに変身します！メートルの高さから。我们现在在门司港，然后我们要去找我们的晚餐，但是因为没有做功课，那这边有名的是叫什么枪拉，类似拉面的东西，然后或者是小仓的炒面。所以我们就随便走一走，到处看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就吃吧。现在已经六点了，虽然天还很凉，但是可能店都会蛮早关的。很漂亮在这里，这边就是满满的这种洋式建筑，真的很美耶。然后又有船，又有港，又有建筑物，真的是很适合一个来观光的地方。哪里有banana？嗯，这呀，这呀，是这呀。阿布奈，阿布奈，婆婆危险，走。好你好哦，吉比鲁亚格拉纳，一直摸的比鲁的就得吉奥，还蛮好喝的，不错，跟平常喝的味道不太一样。门司港的地啤酒，这边当地的啤酒味道不太一样，蛮好喝的。还记吗？慢慢吃啊。那你退休不杯酒周妹不知道。这个茶乌龙面就是茶乌龙面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他是说是北九州名物，可是就一般，就是跟那个章鱼烧的那个酱汁一样的炒乌龙面就还好，好吃是好吃，就是不知道哪里比较特别的感觉，没有感觉到，可是是好吃的。我们点的这个是青鱼的味噌煮，还有点这个，两个小孩子都很爱吃青鱼，所以他们有吃。吃完晚餐，现在已经七点多了，天色也算暗一点了，可是还是蛮亮的，还不错。都不知道现在几点了。你说什么？快要九点了。没有啦，才七点多，快八点吧。这边很漂亮哎。そこまでかい。あっちが下関やの。やったー！やったー！抜かされたー！ウェーン！ウェーン！我们在饭店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饭店学一次吃。
吃饭的店。饭店不是吃饭的店，饭店是睡觉的地方。欸？ Hotel 啊。可是有饭啊。名字是饭，可是不是饭啊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画画吗？妈妈来，妈妈来，来来。我们现在在门市港附近走一走，去买早餐。但卖早餐的店真的不多。虽然说我们要去的面包店有在里面吃，但我们想说就买回饭店，因为饭店的海景很漂亮。那他们俩可以坐着慢慢吃，要炒就炒，比较不会觉得麻烦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去买面包回去。还有四分钟，还有一分钟。我们本来要下去的，后来发现我们的饭店这个位置反而是最好的，又不会热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看了。那现在五分钟前，他开始放音乐了。他这边一个小房子，应该是控制的，等一下那边就会打开了。看，上来了。吃的是奶茶。橋が上がったよ、上がってるよ。すごい。めっちゃ上がってる。もうそんなちやって。人通られへんな。さっきのやつやと、頑張ったら人通れるな。青のピタピタってつつつと思ったな。じゃあ自分は自分のを作って。やばい。これで。はい。こんなすごいの立てる？何色？赤？ピンク？だったらもっとちっちゃいのでもよかった。できまーす。はい。めっちゃ綺麗に俺立てる。もういっぱいあるやな、その子。你画好了、哦，太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谁可以画那么漂亮的？没有啊。有啊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哪里呀、啊？小さい船通るんだな。カップルないな。什么？我机上跟我机上。人走掉了，怎么人走了？那我们今天就准备要从这个饭店走了。我觉得这个饭店呢，就是它本来是旧的摩斯港饭店，它全部重新改装，所以换名字。所以有些东西还是旧旧的，比方说它的厕所、它的浴室就比较旧，它的水龙头呢也是往下的那种。比较旧款的水龙头，因为新款的在地震之后呢，它全部改成往上才
储水，现在是往下储水，通常都是比较旧的，但是它其他地方都翻新过，所以感觉睡起来还蛮舒服的。不过晚上有点暗，但是风景超级棒，可以看到一整片的港，可以看到山口县下关那里，我觉得这个还算不错，而且价钱不会很贵。那我们今天很可惜没有吃他们的早餐，不然听说评价也蛮高的，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搜寻一下这个摩斯港，这边应该饭店第一名就是这一间的摩斯港的。好，我们准备去我们的行程了。今天要去的是角岛，死前必去的一个景点，叫做角岛，日本人是这样说的。好，就准备走吧，出发。妹妹，你要走了吗？我走哪里？吵架了，吵架了。哪里被手拿上？手拿被射，在那么？哥哥很凶。我们现在到了山口县的角岛大桥，这被日本评断为一个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美景。它是从这边本州这边连到一个小岛，然后一个超级直的桥，海很蓝，路很直，感觉非常漂亮，所以我们来这边看一看。哎，再见了呢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大家 ，Thank you， 伊娜，我好久没见面了。好舒服哦，冰冰。你看好干净哦。姐。嗯。姐帮我。姐帮你什么？你要往下吗？不是，要往我前面。这样可以吗？嗯，这是需要我。嗯。选到这个里面。哦，所以要这样一路挖下去吗？嗯、好啊。嗯，没资料就来了啊。好。妈妈要做什么？小孩。小海在哪里？这里。你的小海。要站一点。好。前面进去，地上雪有一点，真的耶！我跑这里吗？完全跑这里吗？一直存呢。来来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到这里，真的耶！哇！
哇，下来了，这边突然下来了。ジャパン、気持ちいい。あかんて。笑ってるやん。ジャパン。はい、バ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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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泳いで。かわいい。可以走，要游的时候跟我说。要游了。对对。为什么？真的。只要伸直，只要伸直。哇，有草有草。吓死我了！累了吗？嗯。等下又可以睡觉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泡泡好吃吗？你刚有玩水吗？有玩沙吗？没有玩沙沙，拿好拿好，两手拿两手拿，嗯，转转是，哎呀，嗯，怎么了怎么？Hello， 早安。哪里？没有，没有加班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加班。我们现在去吃早餐。昨天晚上。八楼了。到这边已经十点多了。八楼了，再去的菜。走走走走走。这里有沙拉。水果味道的拉面，味道拉的各种面包，现在只剩这个了。有我喜欢的可颂，然后他附了一台烤箱，是百慕达烤箱，还有两种咖喱，现在才有的咖喱，日式小菜，优格味噌汤，海之 K 国家之 K， 鲷鱼，广岛烧，有一些基本的配菜。蛋啊，香肠，玉子烧，这里还有饮料、咖啡。最后呢，咖啡可以外带，可以自己拿一杯走。パンいっぱい食べんでいいから。哇。こんなデザートがあった。そうか。こんないっぱいあるからどれか。嗯、早上都是你喜欢的吗？嗯。你喜欢什么？西瓜，还有呢？面包，面包，还有呢？这是什么？蛋。玉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的。优格豆，还有呢？玉子烧，他们过来吃，还有吗？这个。juice。这个。肉。还有donuts，而且是粉红色donuts，对不对？妈妈也都拿自己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好多哦。
你说什么？我不能让纠结放走。是哦，我们住的这间叫离奇梦，全日本到处都有这个旅馆。那我们第一次住这一间。那我们今天在的这个叫做福山，广岛县的福山是算是三线城市。如果东京、大阪算一线的话，广岛算二线，这已经到三线了。那但是我发现这种连锁的中高级的商务旅馆真的很不错，除了房间很干净之外，然后早餐做得非常的棒，而且好像不会很贵。我记得我订房加上早餐15000多块日币，不会很贵。然后早餐超级丰富，什么都有，还有当地的尾道拉面、广岛烧，连他们广岛的这个猫咪鸡饅头、红叶馒头都有，哎，超级丰富，真的想吃什么什么都有，哎，婆婆对不对？不知道大家来日本的饭店吃早餐会选择吃这种面包的，还是会吃日式的饭与味噌汤？我是全部都要吃一次，我超喜欢饭店早餐的。等一下就换我去拿，我现在还没有拿，现在在陪他们一起，等一下等猫妈拿来之后再去拿我要的。广岛烧花枝丸的东西，鲷鱼的鲷鱼饭，日式早餐。这是我的尾道拉面，我糯米鸡拉面。嗯。现在我们已经回到房间了，这次住的房型一样是两床，然后我请他帮我并在一起，而且他还帮我加了两个这个婴儿墙壁，这样子他们两个睡觉就完全不用担心会掉下来。然后在这个算是办公桌吗，这个桌面超长超大，一整片都可以放东西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方便，不会担心说每次来住饭店的时候呢，东西没有地方放，有时候放到床上，放到床头柜上，或者是那种小桌子上。这一个桌面超级长，而且东西很少，非常好用。然后床头都有附一个小灯，可以调整大小，还蛮好用的。然后附一个这种传统时钟，看起来蛮漂亮的，总比有时候在这边的这种数位仪表的那种时钟看得清楚很多，直接给你一个实体的，算很漂亮。然后这次的重点就是一样是这个小猫做的花圈，我们要把它贴起来。昨天离开饭店时差点忘记把它拿走，后来又想到，等一下要把它拆掉，不然忘记拿。这次住的呢，它有分厕所跟浴室，这种不错。至少有人在洗澡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可以上厕所，浴室呢也非常的明亮，而且附这个洗澡、洗头还有润发都有。然后刚刚在楼下呢还可以拿到洗脸的、卸妆的，还有泡澡的沐浴剂都有，可以自己拿。然后到了白天呢，这个整个阳光洒进来，早上起来算很舒服，不会觉得很昏暗。而且可能饭店比较新吧，它电灯超亮的，至少比我们住过很多饭店呢都是昏沉沉暗暗的，这里算是大灯，整个房间呢就会觉得亮很多，不会觉得很痛苦。写字啊什么也不会担心太暗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住的叫做 Richmond Hotel 的福山馆，有兴趣可以查看，不会很贵。早餐也非常的丰富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评价蛮高的。妈咪，你觉得早餐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婆婆，你觉得早餐好吃吗？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不行哦，好好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休息一下，等一下今天就可以去最后一天的行程，然后晚上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还想要住 hotel 哦？你想住什么 hotel？ 我们下个礼拜要回台湾呢，坐飞机可以吗？好，你不想回家哦？爸爸妈妈呀，给你站，来一起站。自己站了，来跟你一起。我喜欢的是这的，下面一点，后面一点。你喜欢的是什么？这的。没有东西啊，我看没有东西、啊。我喜欢的是的。还后面的。我喜欢的是的。没有拍到，没有拍到。从那边你来讲的。走啊！阿卡讲怎么了？什么山在东南亚晒？我自己看，我自己追。
え、無理やった？ちょっとだけ氷入れるな。車熱いからな。え、少ない。ちょっと入れて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痩せたすぎ。何だよ、多い？好喝吗？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冰库的赤穗海滨公园，它不用钱，进去不用钱，里面有一些设施可能要另外收费，但是没有人，停车场只有五台车，超级空的，整个都没有人。我们也是第一次来，所以就去里面看看吧。我们现在进来到了中间，已经快要到后面了，连一个客人都还没有看到，只有看到工作人员、楼梯上，其他都没有。现在是暑假。挥手。挥手。欢迎回来。好啊，你要从哪边上去？弟弟从哪里？你猜。欸欸、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妈咪先，你看妈咪怎么走，你跟着她一起走。啊，太上了。太上了、哦，抓旁边，旁边啊，旁边。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可以过去啦、啊。等一下，波波要过去吗？弟弟手过不到哎、欸，你看弟弟在这里耶、欸，弟弟这么远，然后。这里有够热的，今天超晒，我的汗已经整个是爆汗了。然后弟弟在这边等我，弟弟，好走，弟弟带你，弟弟带你，抓好啊，嗯，走，你走，可以可以。妈妈，妈妈在那边呢，妈妈跟哥去另外一边了。滑梯看起来很直哎。你可以吗？好吗？哇，好烫哦！这个超级烫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！哇，记得屁股烧起来了。好，走走，赶快走。海盗船。海盗船呢？哇！对不起对不起。先飞机那边。可以啊。飞机也要去。好，自己从另外一边过去。他们也很可怕、哦。弟抓好，对，抓紧弟弟。OK OK， 弟弟 OK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弟弟，
破破幅度已经可以走了，很厉害哦。婆婆到了，要溜下去啊！你说什么？很可怕。太黑了，那怎么办？可是只有这里耶，你看，只有这边是楼梯、溜滑梯，刚刚来的路，只有溜滑梯可以下去哎。鸡蛋，你一起去吧。鸡蛋，一起去吧。上面很舒服哎，上面很凉，加油！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我们本来要去那边的吃茶，吃个东西，吃个点心。结果现在才2:20，他已经关门。然后他说前面有一间 service center， 也是2:30关门，还有10分钟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买的。你在帮我推吗？谢谢。没有人的游乐园，好的。走吧，ちょっとここ乗り二人とも、噴水的。Good job.